乡亲，你我们的干妹当卖枪机。政治人物老婆票选第四名，这样子啊？你还赢周美琴？对，第四名哦，我都不知道耶，我怎么会不是第一名啊？第一名，柯皮老婆，柯皮老婆。老婆，那我一定要超过他美琪。那第一名会不会要欠更多钱？啊，要第一名会不会之后要欠更多钱？欠更多钱，欠钱有什么关系？只要每天能够有吃有喝就好，日日进财就好，对不对？这种地喜帖给小英总统是不是？当然有啊，这是一定要的嘛。我所有的朋友都有地喜帖，你们没有收到吗？你们有收到通告吧？有吗？啊，你不来看看？燕琪之前说你好像担心赔钱，一定会赔钱呐、啊！你想看，红杉刚刚3600给我了，真的假的？不是再点名就点十个出来，还有后来我退回去给他，我说你人不来你就不用包了，谢谢，经济拮据哈，自己用。雅萍姐，我第一次看到采访的人脸，笑到脸红啊。开心到爆，把风格捧叉叉写成捧叉叉，捧叉叉，那也会激动，不知道是谁了。哎，那现在现场几位，等下讲一下要包多少啊？哦，对，个十百千万，一定要五位数啊。对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大哥跟雅萍姐没有对我这么照顾，欺负人家都是包6600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不行啊，因为我你的行情是不是不没有，我是这个节目都靠于大哥照顾，没有，万一我包太少，他会讲，他会在节目里面讲。